联合发表声明的侨团包括南加州反毒促统论坛、世界越检寮华人团体联合会、中美论坛、南加州华人华侨联谊会、南加州中国统联、美中和平友好促进会、华夏政略研讨会、美中文化协会、南加州少数民族联谊会、美西易经学会等，希望众志成城，共同努力发出华人的心声。声明指出，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涉及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，以民主外表包裹了失德、纵容乱港暴力的实质。对此，南加州华人华侨坚决反对。所谓的香港法案既没有反映绝大多数港人的意见和期待，也没有顾及到在美华人华侨的感情，严重伤害了40年来的美中关系，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。声明表示，海外华人华侨坚决支持港府响应绝大多数港人意愿，依法平乱止暴，还香港一个安定繁荣和乐的社会。另外，侨团也联合发起华人华侨向白宫请愿行动，拒绝众议院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，可以在白宫请愿网站上签名，并留下电邮等信息，并通过电邮中的链接进行确认签名。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。